财经，这这，你干嘛？啊，看第二个啊，小朋友，哎，吃大螃蟹去了。这个是让他写作业，一写作业就犯困呢。所以说，学习是最好的安眠药。学习啊？那我走了哈，你大舅来了，我去海鲜市场买点海鲜，你在家看弟弟哈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来到海鲜市场了，下雨喽。这个点正常人应该特别多，今天人就有点少啊。今天第一站，先买梭子蟹，多少钱一斤？咱俩？啊，柳溪啊，飞不飞啊？这个季节哈，就是吃公蟹。哎呦，全是公！哎呦，我天！来，我挑一点啊。看好，来来来，看。你这个就不用看，这个指定的飞。你看这个高度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按不动啊，这分量。啊，行，来九也飞。哎呦，我天，太飞了！你瞅瞅，哥。大娘，这专业的秤杆，你看，这小姿势。多少钱、啊？咋的？4.624.62多少钱？这几条新闻就算了。啊？58啊，58，4.60，谢谢哥，4.60，好，谢谢4.60，啊，66.68，你七八，我没算错吧？我买个大壳的，啥意思？吃好再来哈。啊，对，走。这个我妈我弟特别喜欢吃，就是吃这个卷那个我们的煎饼，特别好吃。煎饼，煎饼，香。证明吗？啊？它的皮子是不是很难吃的吗？很难吃啊，行。对。终于买完了，回家简单吃点海鲜，走了。吃螃蟹一定要吃这个姜，这个是去腥提鲜，而且可以暖胃，因为螃蟹是寒性的，所以吃的话一定要加上这个姜。什么？海螺？海螺。吃螃蟹吃不吃？螃蟹吃不吃？这虾子那么大的，一个有半斤大。这是最大的喽。最大的。一颗色带子，一斤成。那十几个？那十几个？五斤。五斤，这几锅差不多吧。我也胖了，胖了，胖了，你的脸，就是抱一抱，我抱抱你行不行？抱一抱，来。哎呦我，哎拐抻呢。是吗？你上学好不好？上学好不好？哎妈！要不要小妹妹？我说你们俩可以生三胎了，要那个要不要？九九说，我们俩说，我们俩就是。不是九九那么说的，九九说一句，你确定要三胎吗？你的长大年龄也生不出来。啊、我也买的，到时候今天传来，我配你超雪的，这。我买，我得穿一点，我是短裙，我是三个姐姐一起。妈们，我穿不胖吗？你吃花一下，你说都一样好看。哦，你太现在了，你要这样做，小时候第一个开心。我都拿他被娘骗了。看愣了几圈了。忘了，愣了啥？不知道。吃螃蟹好，来吃吧，吃吧。吃螃蟹哦。媳妇快想办法。看着你上来。哦，两位，打死了！这个是挺大的啊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来来去，瘦没瘦？黄吗？对。两点还上？吃
汤的，跟不单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个杆儿口，那哪不没多少了吗？一口啊！哎呀，不就是这么吃的吗？快点！你辣加可味。我现在吃的。对，我已经挺哭了。那第一项，见到这什么？我上了，哎，俺得交半天吧，哥。哪儿的？我得弄，俺得是柳阳一，柳阳一啊。第五柳阳一还可以。来，宝贝。哎呀妈，你要做啥嘛？谁哈？那边有个不吗？那有。我不哈，我不哈。啥女友？我不哈。宝贝来，快点了。太多了，我体检的比例的不。有张一。多了还没到。哎呀，那可不分。哎，还真是了。那我休息不错。嗯，爸妈。六张一在手，现在肥的没有油。把你上马的尿出来，瞅瞅，我出来擦。都是啥呀？瞧瞧吧，不能瞧瞧吧。早，今年七十来岁，早一早吧。怎么了？不能答应哈，不要家暴哈。现在这个天打我，那你怎么了？他用打。天打我，那你怎么了？不允许他这样说话。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干一杯吧。太老了。国庆快乐！干了啊，咱们干了！干了啊！